今天是来礼堂的第一天，然后一下子就来到了海拔4000多的地方，还是有点高原反应。希望高原反应快快过去，然后可以尽早的以就是100%的体力加入他们。哇，好硬啊，这个木头。还差一点。你好，这点。帮我踩一脚。可以。踩这边。你腿小心。可以。啊，这你们俩对不对？对，你跟依依，这是我们俩画的卡通。这平时就是开着车到处旅游。对，这个车跟着我们已经走了7-8个省了。哇，会不会有那种哎呀，去一个地方挺舍不得的？每天都很留恋，都想在这儿多待一点时间。其实他最痛苦的就是每天结识新朋友，然后每天都要分别，是吧？你有没有长途旅行过？没有，特别想。短途的呢？很少，就是因为工作原因才会去到不同的地方。啊！我平常就在这个位置打开弓，然后打出去的，打出去的，可以。是我歪了。打中了。打中杆子了，不错不错，有趣。你这个很有力耶。你看我拉的时候，我的肩膀是平的，肩膀是平的，然后你是这样，这样会很费力，拉不开。这样吗？再平一点，好，再往后拉一点，弓往这边侧一点，好，基本上上靶，基本上上靶。侧步，哦，可以，漂亮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哎呦，漂亮漂亮，下期再来。我感觉你以前是射过的，怎么会？有，但是很久以前了，就是在那种游乐场什么那种。可以，厉害！我看那个射箭比赛，他们都这样。一号机、二号机，准备好了吗？黄的，可以，这个打得很有力。我画了一只独角兽，漂亮。零点。